中秋国庆两节临近，暑假过后又一场月线大战即将打响，除一提前预热的电影《诛仙》小小的愿望，我和我的祖国等大期待电影待播，赶在节日前上映的影片也不在少数。奥斯卡佳作《徒手攀岩》收获千万票房，最长一枪主演阵容强大，评分高达 8.6。 不过相比之下，由朱亚文主演的喜剧电影《斗爱熊人镇》成绩却不太理想了，不走往日硬汉风格，朱亚文此次一展搞笑属性，搭档双料影后张荣荣。